欢迎来到嘻哈乐园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突然发现我们 Facebook 的账号被锁住了，是有点尴尬，希望有办法解开。这个吗？应该是这个吧。我现在十分的紧张。啊？不要吓人啊！没事哦。啊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其他人可能已新增你账号上手机号码或电子邮件，或使用这些。我电子邮件如果被别人拿走，很危险嘞！我整个嘻哈乐园的那个账号 ，YouTube 账号直接不见嘞。傻眼嘞我。快点啦！这不是网络问题吧？哦，解锁吗？解锁吗？解锁吗？到底有没有解锁？反正 Facebook 还是这个。下面就反馈就不要打了就打了。哪有一锁住这样子？啊、哦，应该是解锁了。看起来是没有问题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。好啦，还好我们度过了这一节。不是，怎样？我看到一个东西，鬼月企划。这多久以前的？去年八月啊，不要吵。好，我们先影片到这边，至少我们平安度过这一次的时间。的鬼月企划。拜拜。